OK，开始了啊，来，你站在那个位置能看到你的地方啊。好的，嗯，好，咱们试一下啊。这个是舒伯特的《暮春》。这首歌好，把声音竖起来，很好的啊。现在你的真假声的这个混声的效果不错了啊，把想着这儿胸腔多响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来，自由一点，最后一句话，接着唱啊，走。做试验啊，你唱一个直直的声音，你把你的嘴，哎，你这样一弄，喉咙就会更打得开，啊，明白吗？那个是这样的哈，啊，喉咙也是扁的。好，我再高一个调，再高一个调啊，原调哦，这是现在是原调了啊。刚才那个拉唱的非常好啊，现在我们要是拉的话呢，就在正好在 F 上，好，激动起来啊，刚才还不够激动哦，现在我们两个要激动起来，好不好？我只给你状态，好吗？预备，走。
来，我转调了，转调，转调，转调。啊，我想好调，调太多就有时候就乱了。走。这个调正好是，你看在咪呀、发呀、啊、E 呀、F 呀这个地方，就是真正的次高音到高音的换声点。你的这个换声区域已经基本解决了，你的这个混声，对于你这个年龄，是不是十一二岁的孩子要这个混声已经很不错了啊？下次记得唱的时候，你的腰部要还要给点力量，明白不？哎，好吧，你是可以的啊，很棒的。认为，跑的那些长的。